联合国伫咧2015年诶时阵宣布了 SDGs， 嘛就是2030永续发展目标，内底有17项核心诶项目，希望大家会当为着地球诶永续共同来努力。分享宝山国小为了让小朋友知影永续发展诶重要性，邀请在地社团甲店家举办低碳新时尚 SDGs 我最棒，宝宝爱地球，预备小奇迹诶活动，邀请大家为家己做起，共同来守护咱诶地球。对终结贫穷，一直到多元伙伴关系，17项 SDGs 2030永续发展目标，就是希望会当指引全球朝向永续来发展。联合国在2015年的时阵宣布2030永续发展目标了后，成为全球热门的议题。湖南乡宝山国小为了让小朋友会当体验永续发展的重要性，邀请在地社团甲店家举办低碳新时尚 SDGs 我最棒，宝宝爱地球，义卖小市集，和大家共同守护地球。我们是宝藏狮子会吼，啊，非常感谢宝藏宝山国小这次的帮我们一起行销做 SDGs 的活动，啊，非常感谢一下很社区各社区的资源。啊，我相信 SDGs 是要永续的，不是单单就是一次办一次就好，我们希望它能够继续延续，让我们狮子会其他狮子会都能够一起来做这个活动，让整个环境地球会越来越好。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呢，主要是跟我们国际狮子会300D湾区，然后8个分会的一个结合，那也结合了我们在地的一些主要的商家哈，那我们譬如说我们有一些分园农会、溪头社区发展协会啊，还有我们的正玉米粉厂，我们要推广在地的一个米食的文化，还有我们全家分园金马店的谢店长也给我们很多的支持哈，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来推展这个 SDGs 的其中几项的目标，爱地球的理念。那我们这次的主轴大概有2个哈，主要是一个地产地销的概念，把我们在地的农产品推广，米食农产品推广出去，在这个地产地销的过程中，就可以减少一个在运送上的一些浪费，那也可以顾及到我们地球的一个环境。另外呢，我们有一些手作的一个废弃物，把它变成好的一个小商品，还有我们学生家中一些二手的东西来做一个交流，那可以再让我们的一些资源能够再利用。近年来因为气候变迁、经济成长、社会贫困、贫富差距等等问题，好地球资源受到严重的破坏，所以在联合国宣布2030永续发展目标了后，已经有全球193个国家同意努力在2030年进程达到 SDGs 17项目标。新竹华新闻北边林混恒采访报道。